没想到，我就知道八年鱼只是一个会读书的小狒狒。没关系，熊这边由我来解决你。看我最先学到的功夫，啊，地流翻翻翻翻翻翻翻。等下，干嘛？回家了。干嘛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讲啥事？其实我出世下会需要老母。啊，我读高中的时阵，阮老爸嘛死啊。你看，我一个人，搁要赚钱，搁要读书。你讲，我妈说我出来安尼。啊，要学哦，哎呦，就害羞了呢。啊，不是不是，哦，你也马上想起哦，所以呢，所以我只是想要做一个，我只是想要做一个，做一个熊宝贝啦。让我们欢迎下一个节目《只想当个熊宝贝》。
为什么我们要叫只想当个熊宝贝呢？因为我现在都处于大一下的黄金时期，再过不久我们就要变成大二了。那大一下呢，其实蛮好的，就只能知道就当个家宝宝啊，就很好啊，就不用像当个家爸妈啊，都要被人家讨厌，然后鄙视一下对方嘛。所以当家爸妈就是很多人都会恨我，所以你们就尽量讨厌我吧 ，hate me。那下一首歌 ，hate me。
那唱完第二首歌恨我之后，你们应该是想更想了解我，所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团员啦，团员好不好？我先叫我们长最凶的啦，长最凶是我们 keyboard 手许淑云，再是我们最冷血、最冷酷、最无情的吉他手陈冠。哲学家郑丁香，然后这个是这个来头波小，这个来头是法律女神熊有武后，男女通吃暴力花仙子张爱霞，我们贝斯手。好，那我自己就是神秘小惊喜。那我们先讲，我们带来下一首歌就是 Simple Plan 的《仙蕾》。好，欢迎我们小友最纯洁朱婉欣。
定是你敢勇敢的人。谢谢大家。